这小啊，这个小，不要不要，太小了啊！来来，往前走两步，往前走两步，这还有一个龙虾啊！我没拿家伙事啊，先捡着它，先收拾它再说啊！来了，看看兄弟们，再走啊，再走，看还有没有了啊！这前面还有一个啊，兄弟们，我都怀疑你们容易说我是放的，你们信不？看这还有一个啊，兄弟们，看见了吧？来，收着它。哎呀，就这啊！今天晚上开启直播模式，干着就完了，兄弟们。龙虾，啥家伙事没带啊？就纯捡啊！哎呦呦、哎，这个要跑，不好不好，不是个好事儿。哎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就这一会儿啊，兄弟们，捡四个啊！看兄弟们，这还有一条小黑啊！这个小黑，我如果有个抄网的话，你们说能不能抄到它？看看，你们说我能不能抄到它？你们说，就这么个状态，虽然是条小黑，是不是？看我能不能抄到它？我现在没法抓了啊！捡了几个龙虾，看见了吗？就是开启捡龙虾模式就行了，完事儿，完犊子啊！这龙虾在这儿啊，操，抓不过来了，就这么个状态啊，兄弟们，就这么个状态，就这一会儿啊。